你们俩过来一下。经理，今天店里要选店长，老板娘过来，你们两个表现好一点。好的。我可能晚点回去。今天老板娘来店里，太啰嗦了，烦死了。有客人在，你不介绍一下吗？衣服不都在那儿吗？你自己不会看的，两个眼睛出气似的呀，事真多。你好，美女，请问有什么能帮您？我觉得你们家衣服都挺好看的，但是我不怎么会穿搭，你能不能给我搭一套？没问题，我一看您啊，就是个典型的苹果型身材，交给我吧，我带您去挑选一下。美女，咱们人胖呢，千万不要这样穿。虽然啊宽松，但是呢，你看腿又粗，肚子又大的。要不您试一下我们家新到的这条开叉喇叭裤吧，是更适当的，专包这种大肚子。哎呀，我看这裤子这么小，你看我肚子又大，腿又粗的，能穿吗？还是算了。你放心吧，这个是高弹的，能穿到210斤的。好吧，那我试一下，我再给你搭个上衣。美女，衣服找好了，你试一下。好的。哎呀，我说饭菜呀，什么人你都接，又肥又土的。哎呀，进门都是客，怎么能这么说客人呢？万一人家听到了怎么办啊？你呀，以后把眼睛擦亮点，等我做了店长，好好提拔提拔你。美女，穿好了，哇，这样还真好看呢。对呀，没想到这个裤子我真的能穿，我肚子这么大，全都给我包起来了，而且我小腿很粗，喇叭裤的，显得我腿又长又直的。是啊，这条裤子啊，我们家很多客人都很喜欢呢，又不挑人。你眼光还挺好的。那行，这套我给你包起来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其实啊，我是这间店的老板娘。啊，那刚才为什么那样子穿呢？我呀，就是故意穿成这样子，看一下你们的一个服务态度。没想到你的态度挺让我满意的，以后啊，这间店的店长交给你了，我也放心。啊，那谢谢老板娘了。嗯。哎，等一下，喂，小夏，我们店是不是有个叫莹莹的？你明天让她不要来了，我不想看到她，就这样，走吧。